重温一段风起云涌的革命往事。你们快去对袁世凯说，务必要保证我们母子二人的安全。我敢断言，袁世凯这个皇帝一定是个短命皇帝。再现一代伟人的理想和奋斗。他是感情比较丰富的孙中山，他内心里面就像一个要冲破牢笼的一个雄狮一样。君父满洲专制政府，吴某民生幸福，中华民族万岁。第一大总统主创做客爱说电影，讲述民国第一总统孙中山的故事。他孙中山说，我要是不跟他在一起，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我有时候我都紧张，不敢看他眼睛。爱说电影，四周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最专业的电影访谈，最豪华的影人阵容，最犀利的观点交锋。2006年至今，已有超过200部国产影片，400多位电影人做客爱说电影。我就知道永不放弃。欢迎收看爱说电影。爱说电影，爱说电影，记录中国电影的成长。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部《第一大总统》通过银幕展现了孙中山先生自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1925年去世这10多年的历史风云，塑造了一位为共和理想百折不挠、奋斗终生的革命先驱形象。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族万岁！我们就是要创建真正的中华民国。第一大总统全力打造的明星阵容成为一大卖点，从实力演员到青春偶像，40多位明星在片中逐一登场，使得本片成为继建党伟业之后的又一场明星盛宴。爱说电影麻辣控评，大家好，我是蒋小涵。100年前的一场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历史呢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为实现共和奋斗多年的孙中山先生呢，也终于众望所归，就任民国第一大总统。那么今年的9月30号，为纪念辛亥百年的一部电影《第一大总统》即将和全国观众见面。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来了影片的主创，首先要欢迎导演王才涛，欢迎。欢迎主演邱兴志，欢迎。好，大家好。欢迎主演韩庚，欢迎。大家好。欢迎美丽的聂梅，欢迎。大家好。导演，其实孙中山的形象不是第一次被搬上大屏幕。那么像这个80年代就有一部很著名的表现孙中山的传记片，叫《孙中山》。那先问问您，这部《第一大总统》他的最大的看点和突破在哪儿？那是20年前的一部电影。现在的技术啊，对人物的理解啊，有新的进步吧。最大看点就是第一回看见伟人谈恋爱，第一回有正面的表现孙中山和宋庆龄从相识相知就到两个人这个关系的发展过程，是第一次这么全景式的给我们展现出来。我们几个主演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在片子当中的角色吧。我饰演的呢就是推翻帝制的孙中山先生。我在电影里扮演的是孙先生的秘书胡汉民。胡汉民，我扮演的是宋庆龄，也就是从小就很仰慕孙先生的，宋先生。邱兴志老师，咱们聊聊，因为您在里面扮演的这个第一大总统的形象，其实前不久大家还在电视上看到《新还珠格格》里面您扮演的乾隆皇帝。然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者孙中山，所以其实自己把自己推翻了，这两个角色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穿越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穿越，对，这在影视里面是很容易办到的事。从皇阿玛哈到孙中山，我们就特别想知道怎么样通过一个外化的这种标志性的表情或者动作，能够在一秒钟之内就把这两个人物区分出来。皇帝跟孙中山先生，一个是内敛的，一个是外露的。我认为乾隆就是外露的。通常他的形态，坐姿，比方说我现在饰演用外在的表演吧。假设他现在这是龙椅，他要回去坐，皇帝回去坐一定是这样。大家想象一下，皇帝的衣服都是很大的袍子，对不对？他回来之后一定是这样，头先转。看到没有，头先转，有这个气势，扫一下全场，坐下来，
就是这个是他皇帝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是他的外露的一种情绪啊，他要把那个外露的气场很直接的传递给观众。但是我觉得我在诠释孙中山的时候，孙中山的气场是内敛面，所以你要去用什么具象去表现他，我觉得就是用一个最自然最平常的方式。嗯，孙中山可能跟你胡汉民讲话的时候，他就是翘了个二郎腿那种感觉。喝咖啡吧，喝咖啡，来一点吧。嗯，来一点，喝咖啡，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就是一个平凡人，一个常人吧。哎，我觉得真的是一下就两个人就区分得非常清楚了，是不是？真的是。导演怎么想到让邱老师来扮演孙中山的？嗯，因为他给我的印象当中还是帅哥，小帅哥那种。小帅哥、那种，一直没有往那方面去想。哎，整个造型做下来之后，聊完之后发现，是所有的四个人当中最合适的。其实有人说我光头的时候像蒋介石，说我有头发的时候像马英九，就是没人说我像孙中山。但实际上我们也的确在外形上必须要有一些相似，因为他生活从小就在夏威夷念书，他常常在生活在一个西方的世界里面，其实他动作很洋气的，插的个小口袋啊，站着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啊，那个人是非常的优雅的，非常的有所谓的气质吧，有一种气质。所以其实我最多在外形上的模仿也不过就是那样子，但追根究底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去理解他当时那个历史背景。演传记人物我觉得就是这样。之前其实在大荧幕上刚才也提到过了，看到过不少孙中山的形象。那现在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呢来回顾一下这些不同版本的孙中山。在1986年的传记片《孙中山》中，刘文志以神情兼备的表演获得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成为中国银幕上的经典形象。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1997年的电影《宋家皇朝》中，台湾演员赵文轩饰演的孙中山，以俊美扮相被影迷称为最英俊的孙中山。十月围城中的孙中山为躲避清廷的刺杀，始终保持行踪隐秘，因而张涵予版被观众称为最神秘的孙中山。而建党伟业中马少烨版因为外形酷似而被誉为外形最像的孙中山。在第一大总统中，皇阿玛邱新志又将塑造一个怎样的孙中山？好，那么通过刚才小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就不同版本的孙中山是各具特色。那么大家觉得邱新志这版的孙中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整个气场啊，就跟他对戏的时候，我有时候我都紧张，不敢看他眼睛。但是那个神似确实真的是很像。我觉得邱老师扮演的这一版可能更多的能让观众感觉到孙先生比较人性化的一面，就不是一个符号，好像他就是一个革命者，没有七情六欲。他在这边，他感觉，我觉得他在情感的表达上面非常的打动人，很自然。那么这一版的孙中山，反正给我的感觉啊，因为邱新志老师特别擅长演感情戏，就他能把那个人物的感情啊特别细腻的刻画出来。比如说像乾隆皇帝吧，就经常哭，在这个新版里面。那这一版的孙中山也是这样，宋教仁遇刺之后，他也是泣不成声，包括和宋庆龄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有很多丰富的情感的刻画。我们能不能把这一版的孙中山定位成最多情的孙中山？多情是不是风流的意思？不是、感情最为丰富的孙中山。可以，我觉得后面这句话我喜欢，就是他是感情比较丰富的孙中山。如果说邱新志在这个戏里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感情丰富的孙中山，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的话呢，那么韩庚在这个戏里面绝对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绝对不一样的韩庚。我真的我也是头一次像那样的装扮去演。大武生尚未落幕，韩庚的大银幕形象接踵又来，以一身民国装扮化身为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这也是他继建党伟业中饰演邓小平之后再度出演革命人物。一贯以青春偶像示人的韩庚能否胜任这类角色？以海陆军大元帅名义下达北伐令。
的确是韩庚在戏里扮演的是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其实这个形象啊，我们之前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他也是国民党已经很元老的一个人物，是帮助孙先生革命的事业的旁边最重要的一个伙伴。所以以前呢，在电影里边很少在荧屏上很少去表现这个人物。所以那个时候我压力也挺大的。我不知道这个人物到底是什么样，只能看文字。对，去理解这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理。对，那作为那个孙中山先生得力助手哈，两个人是交往非常多的。那孙先生评价一下韩庚在里面的表现。韩庚他演这个角色非常的稳，有些新晋演员他因为来演戏不知所措，所以他会有很多动作会比较 over， 比较夸张啊，戏过了就是。这是露馅儿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反而很收敛，很内敛。胡汉民他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一个角色，那既然是秘书，其实在我面前大部分时候都是提供一些意见，比较斯文的人。那他有一个眼镜，他常常就会利用那个眼镜去设计一些动作。其实各位到时候在电影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怎么说呢，还真的蛮出我们意料之外的。这部戏里边其实我对自己的表现还是不是那么有信心，因为毕竟还年轻，没有太多的那种经验啊，还有一些对这个历史了解不是太多。所以有的时候就表现得很轻浮，不像是那种年代啊，那种人那种，所以有时候每次都是，拍两三条，我才慢慢的说，哎，我应该怎么样，我该怎么样，就极其紧张。聂梅，因为咱们差不多是同龄人，你跟韩庚年龄应该也差不多，之前对他什么样的印象？他是我心目中非常全能的一个非常优秀的艺人，唱歌跳舞我都有去看过，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我觉得这么优秀的一个明星跟我们合作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平易近人，特别的认真，很敬业，而且一点都不摆架子，我特别欣赏他，真的。演戏的时候也非常认真，就特别好接触，也特别会关心人，反正就是好。韩庚挑战骑马戏，险象环生，拽着这边他往那边跑，往前走他往后边推。那马跑，我就怕那马它滑嘛，一摔下来就很严重。皇阿玛邱心志演绎国父浪漫情事，反正吻戏我是很有经验喽。爱说电影下节更精彩。在这个戏里，韩庚有一场戏特帅，骑在马上，而且导演还用了升格处理，慢动作，骑着马过来。那场戏给导演紧张坏了啊？是吗？对，我们那天是在一个山里面下雨，刚刚下雨，那个地面都是石头，都是一种沥青。那个马呢，不是特别听话，就一喊开机，完了之后，那马跑，我就怕那马它滑嘛，一摔下来就很严重。一边是河，一边是山壁。他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完了就拍了好多遍。那其实我也害怕，我就是不敢跟你说。韩庚以前擅长骑马吗？我这是第二次骑。以前就之前只骑过一次。骑过一次没跑起来，就是颠着走了。那跟没骑一样。对。前一天，工作人员问我，就是他会骑马吗？我说不管了，先把马搞过去吧。你这也不负责任。导演都是这样的。对啊。到现场，你说你平时不怎么说话，每说一句话都是狠话，这个。然后呢？然后到现场，我就问他骑过没骑过，他说第二回骑，以前骑别人牵着的。完了之后走，我说那骑吗？他说骑呗。从来以前没有训练过吗？没有训练过，上去就敢骑。没，他拍戏之前呢，我先去说我去练一练。骑马我也不会骑，我说能不能跑起来？他说你先别跑，你先让马听你的。我说怎么拉也不行，他一直往后退，后面就是河。我说特别害怕，你说这边拽着这边他往那边跑，往前走他往后边推。他今天就是不想活了。没有，这一看我一上去，他就能感觉到我不会骑，他就会欺负你。马是这样的。所以就慢慢的他能稍微好一点，到后面就是开始拍的时候稍微有点熟练了，拍的时候他开始给我出难题。他往下跑的时候，他的后脚抬得特别高。他说我整个人就这样下去，你就往前折下去了。还好这个手是拿着鞭子，我就抱着那个马的那个马，拽着马鬃，还有抱着马脖子，差点折下去。因为后面有人说跑，导演一直说跑得太慢，后面有人要抽那个马，抽那个马，所以我那在那也说快点跑，快点跑。
你说这演员多不容易，心里都吓得不行了，还得演出很帅的样子，我觉得真的是啊。有等会儿来，我们这个观众哈都跃跃欲试要提问来。我以前看过一个看过那个电视剧的拍摄花絮，我看到很多那个骑马的戏都是坐在拖拉机上面，演员在拽那个拖拉机的绳子，然后借角度拍的。然后你们没有想过这样的方式吗？那个路只有那么宽，那个拖拉机开不进去。其实我们演员，很多演员学会骑马都是硬学的，就是因为拍戏。导演问你会不会？会，就是怕被换掉啊，或者什么啊，都说会，然后上去就被马欺负，然后摔了几次之后就会了，他就真就会了。影片在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之外，也用了不少笔墨来讲述这位第一大总统的感情生活。孙中山与宋庆龄动人的爱情故事，为整部影片增添了几分浪漫温情色彩。我要窃取西方的天火，用以温暖我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其实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电影，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从这个相识相知到相恋陪伴一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过程，一个故事。那么我们这次选择了聂梅来扮演宋庆龄，聂梅对于观众来说是一张非常美丽并且非常新鲜的面孔。导演，先问问导演怎么想到把聂梅请出来扮演这个角色？就宋庆龄这个角色也是一样，开始选择的时候也很困难，因为既定的有之前的有很成功很优秀的演员扮演这个角色，想了很久。我第一个考虑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出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就是我最先开始给自己的要求就是，首先我不能是老光，找那些叫老黄瓜刷绿漆吧，装嫩。你这得多少人？我就说你挺狠的，是吧？这句话我们就留着，然后滚动播出。滚动播出，完了完了，滚了，片头预告片不行。我让你以后一个中年妇女也请不来。不是，也不排除有很多五十几岁扮演二十几岁很优秀，但是有那么多这人。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的演员，为什么不去选择？很多。就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做那些伟大的事情的时候都很年轻。对对对，这倒是。就是宋教仁遇刺的时候，他遇刺死的时候才32岁。你就想他做革命的时候就21岁。胡汉民是1879年出生，他是1912年做的大总统，他开始跟他做革命的时候也就20几岁。就所有的人物，这些人物本身就很年轻，他们曾经可以做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做这个戏的时候去呈现他们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去用那种年纪很大的那个，好吧，不得罪人。所以你就觉得用一张年轻的面孔会更好。对，也符合真实。然后对，我当时很紧张，因为第一次演这样比较重要的而且是比较伟大的那种历史人物，当时就觉得也许我有点犹豫，我说自己的生活阅历可能很难扮演出那个时代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我觉得那个人物很难把握，孰轻孰重，演不好都会遭了很多的骂声。但是我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我觉得我来参加这个戏我的心态特别好。我觉得就像看一本书，我本来对那段历史就非常的感兴趣，以前有看过宋美龄画传，所以我对那段历史一直对于我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那聂梅，你知道不知道孙中山和宋庆龄之间的爱情故事其实特有传奇色彩？孙先生和这个宋先生之间差了27岁，当时父母也是特别的反对哈，然后甚至好像有一种说法是他爸妈妈和他断绝关系了。对对对，他是有矛盾，说可能爸妈会反对我，他是有犹豫的，因为他是少女的罗曼蒂克，很冲动，对于爱情的那种憧憬是有浪漫幻想的。这么一个女孩子表面上很文静，但是她内心里面就像一个要冲破牢笼的一个雄狮一样的感觉。其实她刚才就是说宋庆龄嫁给孙中山，宋庆龄家里有阻力，其实孙中山这边的阻力也很大。他在日本说要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周围的所有的人都是反对的，胡汉民是第一个蹦出来看反对的。就是反对的一塌糊涂，尤其是说这是你是一个隔着辈分的嘛，宋庆龄的父亲一直支持他革命的嘛，
孙中山就说过，就是这是真的是用何香凝的那个回忆录上面写，孙中山有人说你可能真的是用中国的古传统的话说，你可能跟他结合可能会折寿的，就是迷信的那种说法。他孙中山说，我要是不跟他在一起，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宋庆龄嫁给孙中山之后，开始国民党的所有的人都是瞧不起的一个小毛丫头，看不起她，排挤她，就甚至都后面结婚还恨不得再要拆散那种感觉。但是经过了关心山猛案之后，就宋庆龄自己垫底，掩护孙中山先离开，就自己还小产，导致最后一直不能再孩子啊、所有的人就嘴巴都闭上了。在戏里面其实表现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的戏啊还是挺大胆的，因为孙中山的形象我们在大荧幕上不是第一次看到，但孙先生接吻这绝对是第一次。以前的作品我没看过。应该是说话够狠。两个人谈恋爱，就两个正常人谈恋爱，这是正常行为吧。是，那海边那场就是缠绵的戏，两个人在表演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呢？就是那场戏，因为演员肯定你也有自己对人物的理解，会不会有一点觉得奇怪？就是两位伟人，对，所有人都关心这事儿。反正吻戏我是很有经验喽。他蛮紧张的。那个在戏里刚才说这个在历史的真实是。孙先生和宋庆龄结婚，然后胡汉民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对啊，觉得年龄差距太大了，觉得就不合适，就不合适。那年龄跟我差不多吧，关你什么事？韩庚，真的，我觉得如果说这个戏里谈恋爱的话，我觉得你怎么着也应该谈一段。但历史的真实的角度出发的话，胡汉民先生的这个感情世界好像我们就更不了解了，没有这方面的，就是也挺丰富的。完了之后。就好像有哈，那怎么又加戏呢？我先问问，就是说那韩庚，如果从就是如果你本人来想的话，假如说你碰上一个比你小27岁的女孩，然后你们俩相爱了，你愿不愿意娶她呀？不，如果要这么想，我还得想今年出来了。现在肯定是不可能了。如果是你在孙先生那年纪，你觉得呢？应该不会吧？你接受不了。不是接受不了，应该挺能接受的。不是，应该那时候我应该结婚了。对，哦，对，我觉得啊，对，差不多。你知道下面他们都差点哭出来了。因为我觉得不会跟我小27岁的人去在一起，很难哈，很难。因为我们家就比较保守传统的。对。所以对你演这角色合适，是的，要不然我第一个蹦出来的时候反对嘛。就是。那这样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几位倾注了那么多心血拍的电影，肯定特有感情了。咱们每个人用一句话哈，来给电视机前还有现场的观众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就是这部戏就是一个大家了解那段历史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对，对于年轻人来说，一个历史的沉淀感会在心里慢慢的有更多的了解。好，韩庚。那这部电影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去创作的，所以不管是导演啊还有演员等等，那也希望从大荧屏上给年轻人一个新的感觉。套一句孙先生说过的话吧，无志所向一如既往。我是一如既往的在这个行业里面很认真的诠释每个角色，那希望各位观众能随着我一起去领略孙中山的世界。好，谢谢。与快乐相随，让爱心传播。每晚关注电影频道，爱电影。那么，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呢？可以说，第一大总统这部电影能够在大荧幕上为我们所有的观众去再现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而且这些历史人物呢，会非常生动的在大荧幕上浮现出来，的确是值得我们去品味啊、去回顾。那么，非常感谢几位来做客我们的爱说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呢，9月30号将在全国的电影院公映，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也去支持这部影片。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爱说电影，谢谢现场的观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